大家好啊，欢迎收听呢度有我喺新西兰嘅以德太阳啦，同埋社长 Raymond 王。你好，我们又见面啦。即系开一开嗰个 Google Map 出嚟先好嘛 ？Google Map 先好。吓 ，Google Map 会好少少。得。吓，等等啊 ，Google Map 开紧。唔紧要，慢慢咁读一读留言先。Karen 佢话社长最后都冇抽双汤新股，咁啊，最好冇抽啦。嗱，诶。嗱，开咗啦，而家睇到啦。咁你上面呢度几堆垃圾咧？你见到吓？嗯，冇错。咁究竟即系点解会有堆垃圾喺一个太平洋嘅岛国呢个马绍尔群Marshall Islands 嗰度咧？啊，呢个马绍尔群岛。咁啊，呢个 Google Map 嘅 Street View 嚟嘅。咁当然就系、是你睇到呢个岛咧，就叫做啊死啦！我都唔记得咗呢个岛叫咩名添，大镬啦！佢系马绍尔群岛里边叫做伊拜岛伊拜岛啊，呢个伊拜呢个岛叫呢、这个岛叫伊拜。咁呢个岛咧就系、是、其实系出咗名嘅太平洋里边嘅贫民窟嚟嘅。咁呢个岛咧全长咧就大概一英里左右啦，全长得一英里嘅啫。咁但系咧就住咗万几人。咁呢万几人咧就好惨嘅，一英里、啊、有部分。系，都好细个嘅嗰啲岛，系啊，行都行完，两步就行晒咯，住咗万几人，系好长嘅，系啊，一条线咁样嘅，啊，系啦，咁当然即系呢啲，你可以台友，你可以熄咗上面嗰幅图先，熄咗上面嗰幅图，等大家去睇一睇嗰个地图，究竟即系呢个岛究竟系点样？其实呢啲系礁岛嚟嘅，佢一个环状嘅礁岛咁样，因为咧佢再向南边咧，台友你。系两南边行咧，你就会见到有另外一个岛嘅。咁呢、這个即系镰刀咁样嘅岛咧，其实咧上边咧就有一个美军基地喺嗰度嘅，即系嗰啲导弹基地。咁嗱，啲美军人员咧，其实就住喺呢一个靓岛嗰度。咁台阳你话或者开一开嗰、那个 Street View 啦、啊，Street View 冇开唔到嘅，冇 Street View 嘅呢、這个。哦，呢、這个冇 Street View 呢、這个岛咧，呢个冇 Street View 呢个岛咧，系呢个岛咧，净系有 satellite image 嘅啫。咁亦都可以俾嗰個島嘅樣俾大家睇下啦。呢個島咧就咁啊，镰刀咁上邊咧就有一個機場啦，啊，即係呢個係軍事化咗嘅礁島嚟嘅，啊，即係美國佬成日話，哦，啲礁島唔可以軍事化嘅咁。嗱，佢呢個喺太平洋中間嘅，咁佢哋咪整咗咯，啊，幾軍事化，哇，又有 yacht club 有夜總會喎，係啊，呢度係即係基本上呢度係呢度就係天堂嚟嘅。呢度就系马呢个就系马绍尔群岛嘅天堂嚟嘅，呢边就系啦，呢边系天堂，呢边就系天堂，综合运动中心、哦、便利商店，哇一乜 at 到呢度咧就好似美国咁嘅，系咯呢个基本上小镇美国小镇，基本上就系美国一个 suburb 一样嘅啫，其实系啊，你几齐整啲楼，系啊，啲楼咪好似美国即系加州嗰啲靓区咁咯，你睇唔睇到？其实我仲睇过，即系几多钱可以买笪地嚟起楼？诶，呢度系可以买地嚟起楼嘅。大概就60万美金到啦，可以买到间几靓嘅屋噶啦。其实呢度就啊，咁当然你要能够有钱先可以去买啦，同埋要你要去住嘅话，当然系Junior、Senior High School 都喺度，啊喺度工作嘅、啊。但呢啲都唔系嗰啲穷人住嘅。啲窮人咧就點樣嚟翻學咧？嗱，佢就喺個貧民屈嗰個島嗰度住。對上少少啫喎，嗱，拉上少少，呢度就貧民屈啦，就係頭先我伊拜島啦，啊，就係、是、咁樣嘅。係啊，依、這個我都唔記得咗叫咩名，我聽過呢個名好多次，但我突然之間頭先你唔知點解突然之間唔 Q 醒喺邊度，係好心噏嘅，見到呢啲地方係伊拜島就亂好多啦。我求其掟翻落啊，呢度就有 Street View 啊。呢度有，呢度系嗰啲志愿机构影出嚟嘅，专登系，即系嗰个岛咧，其实可能有啲限制嘅，唔准整嘅，因为佢有军事设施咧。其实喺呢个 Marshall Islands 嗰度咧，有啲岛咧，其实俾美军租咗嘅，长期租 Q 咗嚟做海军基地。咁喺租呢啲岛之前咧，就好 PK 嘅，佢哋嗰度咧有个比坚尼岛嘅，叫做 Bikini Atoll。咁咧本来咧就啲土著喺嗰度住啦，好开心嘅生活啦。二战之后。美军呢，即是这个要二战之后1946年至到1968年美军就搞了一个太平洋试验场。咁呢就喺
Bikini Atoll 嗰度咧，就不断搞嗰啲原子试爆、原子试爆啊、试导弹啊，佢试导弹都系喎，试导弹咧就喺美国嗰度射过呢度嘅，啊射过呢、這个马绍尔群岛嘅，嗱当然唔系呢度啦 ，Bikini Atoll 系另外一度，唔系呢个，系另外一度，唔好去睇另外一个啦，呢个咧就系、是、呢、這个其实嗰个岛咧叫做 Kralian Atoll， 其实成个。圈嚟嘅一个礁岛咁样，咁但系头先讲嗰个伊拜岛啦，同埋下边嗰个就系头先嗰个就系天堂同埋地狱嘅分别啊，好近啫。咁当然系 啊，美国佬系做咗好 Q 多衰嘢嘅喺呢个国家嗰度，即系马即系好多人绍尔群岛住喺伊拜岛嘅贫民咧，就要啊坐船，每日坐船嚟到呢个靓岛度啊翻工，翻工冇错，做下清洁啊，做送餐啊之类啦，吓 serve 啲美国人啦。其实基本上是他行了一个即是种族隔离的，某程度上是。这个是种族隔离、啊、明显是、啊。某程度上是的、啊、但是很惨、啊、有什么办法，美国佬真的太劲了，即是一个即是超级大国、啊、他做衰事没人管到他的，其实是。当然即是有些人是揭露啦Feather Wong 就是租定霸，是租的，是付钱的。啊、WCHU 说好像有 Golf Course， 是绝对是有。有。是啊，同埋我讲个最卑鄙的事给你听就是。个高尔夫球场有水淋草的，但是呢、那个伊拜岛的人是没有干净食水喝的。还有是惨到点呢，本来呢这些岛呢他们可以自己种东西吃的、啊、自给自足的。啊、之前讲的那个比坚尼岛呢、嗯、本来可以住人的，结果他们那些曲街呢就是美国佬、啊。就做很多核试不是最初不是这样。最初呢他被人回去住啊，扑街到美国是怎样、啊、最初核试完之后就俾嗰啲岛民翻去都唔适合人住嘅地方嗰度住，咪佢要收集数据嘛，佢拱啲人讲系啊，佢要收集系啦，冇错啦，嗰啲健康数据啊，其实同731部队一 Q 样噶，啊不过佢唔话俾你听，啊七三部队就贱格啲，就劏开你，咁啊美国佬就冇，咁冇劏开你，但系咧就叫你喺嗰啲辐射环境下居住，系住下几十年，睇下你再观察下你个身体变化系点，啊佢好惨嘅，个啲人都唔知嘅。就算唔知噶，就算知道，原本佢哋就住喺嗰度嘅，事实上系知道咧，跟住之后点咧，就要佢哋喺嗰个比坚尼岛嗰度搬去呢个贫民窟嗰度住，搬嚟呢度咯，嗱，系好辛苦啊，嚟呢度住咯，咁啊，真系扑街嚟嘅呢个真系，阿战都冇啦，啊，有人叫我冷静啊，唔系喎，呢啲系好愤怒嘅事嚟，见到冇可能冷静嘅，你台长可以俾下嗰啲贫民窟嗰啲相，大家睇下。到而家都系咁样噶，而家都系贫民窟嚟噶，扑你个街，即系美国佬真系贱到无伦嘅，喺呢啲层面上边啊，即系一定要俾大家睇下。咁King Chan就话人体试验冇错，佢哋仲要系咧，即系带咗啲人去美国睇下，跟住仲要拍条片咧，仲要嗰啲纪录片啊，系话嗰啲人系野蛮人嚟噶，叫做 savages 噶 ，savages 好贱格噶，扑佢个街，唉，真系贱到无伦啊！呢、这个国家真系嗱，呢、这个就系嗰啲伊拜岛，即系头先我哋见到个岛上面嘅贫民窟啦。其实啊，你可以见到都啲建筑都系比较凌乱啦，系嘛？同埋生晒锈啦，铁皮屋啦。嗱，呢啲净系啲墙啊烂 Q 晒啦，收墙都烂埋啊，唔系另一好似匹兹里边嗰啲，用啲垃圾就用啲废铁啊，周围劈成个烂车劈喺度啊，啲小朋友仲喺隔篱游水。两地走的 band 咁啊，成日讲人权，结果啊权到无耻，佢哋冇空，唔系佢哋就系讲，佢哋净系讲白人嘅人权嘅，你要记住，呢、这个就系真正嘅问题所在。系唔会讲系，同埋佢净系讲美国本土嘅白人嘅人权嘅啫。因为佢哋有冇错啊 ，Hondi， 你终于引到我想，即、就、系、是、我想讲嘅，佢就呢啲就系种族灭。其实基本上，佢而家就系搞到成个马绍尔群岛，好多人都有。大量的糖尿病患者在那里，是为什么会糖尿啊？本来呢他们吃新鲜鱼吃新鲜生果怎么会糖尿，不知道会糖尿的，因为他们美国佬搞到这些、就是、岛污染晒、啊、结果入口啦，要入口啦，结果就要入口，结果吃什么吃垃圾食品，他 吃午餐肉扑你一街，午餐肉吃香肠，你天天吃那些死人的，偶然吃一下得即系唔系食新鲜食品，你食新鲜食品梗系个人健康啲，佢唔 Q 系，全部都要食加工食品，即系火都嚟吓咁啊 ！STMI 就其实海水环境生态已经污染晒噶啦，嗱即系咁讲啦，贫民窟嗰个岛周边就污染晒，嗰、那个靓嗰个岛咧
你嗰度冇嘅。喂，侧边好靓啊，照游水噶。嗱，呢个呢个就系嗰个我哋头先见到个靓岛啦吓，靓岛你睇得错落有致，绿水青山咁嘅，你见到好清楚噶。系啊，有环状海滩。自己地方绿水青山就金山山，人哋地方就绿水青山就唔关我事吓。总之总之我就要搞死你吓，离拉晒谱嘅呢啲系。咁啊，两地走夹 band 咁啊，精制食品啊冇乜益啦。咁事实上系冇乜益嘅，即系冇乜营养嘅。咁 Team HK 有冇 cancer？ 有。头先讲嗰个比坚尼嗰个岛嗰度咧，就好多人有 cancer， 好多人有 cancer， 而且系即系佢哋美国嘅医院咧，净系帮佢度数据，但系唔帮佢医病嘅。有佢哋死系当地人讲噶，佢话佢哋净系帮你度数据嘅啫，唔会帮你医病嘅。咁样喎，呢啲系真正种族灭绝啦，啊！我冇屈佢噶，啊好。不呢样嘢咧，佢哋都有即系都有电视爆过，但系就唔会话太多人关注啦，亦都唔会话太多人关心佢哋嘅。事实上，啊，虽然佢哋系无耻到咧，即系连电视台都爆过，都唔当系一回事噶。系佢哋啲电视台特登做个特辑去访问佢哋噶，佢哋都唔理噶，美国当局。事實上咧，即係呢啲咁嘅離島咧，又唔係咁多人會太過在意嘅，係好慘嘅，即係，唉，俾即係佢哋就咁，本來咧世世代代都係住喺呢啲咁嘅島噶啦，即係佢啲祖先都係住呢啲咁嘅島仔，啊就多得美國自從啊佔領咗呢島之後，哇，搞到佢哋雞毛鴨血，完全就係種族滅絕。佢咁嘅。1944年嘅時候咧，聯合國咧就叫美國托管咁樣，咁啊呢個就係佢哋嗰啲太平洋托管地。佢托管托管下咧就搞核事，撲你一街嚇、啊。其實唔係淨係美國佬搞核事啊，法國佬都係太平洋。法國有，法國搞好多嘅，佢唔會喺自己本地搞嘅，佢唔會即係去遠啲嚇，唔、啊、好搞到我咁樣樣。其實即係嗰個做法係好鬼過分啊！咁好啦，即係馬紹爾群島。66次核子自爆，基本上咧，你攞嗰、那个嗰啲探测辐射嗰啲机去咧，就嘟嘟嘟嘟嘟嘟嘟，即系嘟唔停嘅，系嘟唔停嘅，其实系，所以就系荒谬到咁啊！而家系啊，咁啊冇办法啦，你睇到人性系好丑恶啊！麦加登讲得啱，美国真系发挥得淋漓尽致，系啊，真系噶，呢、這个岛就系最惨嘅地方，就系一边系天堂，另一边咧就系地狱，吓、啊，而且佢哋。仲摆咗好多教会喺两个岛上边，两个会都好多教会嘅。那个贫民屈嗰个岛又系好 Q 多教会嘅。嗰啲教会咧，其实就起到个社会稳定嘅作用嘅。咁啊，个个吓觉得吓，个环境生活咁差，咪求下神咯。咁啲教会就可以俾到呢个作用，有个地方可以聚下。拜下神咁嘅意思啊，就其实就唔会真系点样改善到佢哋嘅。实际的生活的是啊，即是这么讲，他现在当然这个是一个独立了的国家来的，即是其实91年的时候呢，美国就没得再托管他们了，但他还租了很多地方，有些岛呢租用的，有些岛的原住民呢是被他们赶走了的，就赶了去伊拜岛，赶了去伊拜，其实他这么扑街的，就是美国人，就是刚才那个贫民窟的岛，就是本来有人住嗰啲岛，但系美军咧佢要做基地，啊租咗佢嘅话，跟住点样啲点样冇赔偿乜差都冇嘅，咪叫你去伊拜岛度住咯，就系咁，就系咁扑街啊！啊，走上少少，思想啊，真系冇人性啊！咁系啊，事实上系冇人性噶，啊咁啊，但系有乜办法？呢啲嘢咧，美国其实有人揭露呢啲嘢出嚟，但系咧永远都系好少人睇嘅，亦都冇人想理。亦都冇人为佢哋嘅权益冇兴趣说话。嗱，当然而家有冇做翻好少少，即系供水嗰方面，即系我自己睇过一啲资料咧，就系、是有啲公司咧就系帮佢哋搞嗰啲水嘅。咁但系当然系美国佬俾钱啦。究竟搞成点咧，我就唔知啦。咁你话，但系系咪即系咁迟先搞系啱数咧？我就觉得唔系咯。啊，我个睇法就系咁啦。咁啊。Andy 0770就話其他惠民政策就冇啦，咁佢根本乜嘢都唔會惠民嘅，呢啲你自己睇下，佢俾你打份工咧，當施捨你嘅，好撲街嘅呢啲係。咁啊，丁丁話1蚊租金，唔知道俾幾多錢，唔知道俾幾多錢，呢啲係機密嚟嘅，我哋冇辦法知道佢俾幾多錢，因為我哋同 CIA 係冇關嘅，
即系虽然有人话我哋收咗 CIA 钱，但系我哋同 CIA 冇关，同埋我哋讲嗰啲嘢咧，好多 CIA 都想冚 Q 咗我哋嘅，老老实实啊，个现实就系咁。咁啊，添哥出就问台长会节录想分享，我会嘅，全部都会，每呢个节会做节录嘅，一定会做节录。咁啊，飞德王就话雀巢鸠占，惨无人道，其实系非常非常之惨啊！即系佢哋嘅遭遇，佢哋嘅遭遇咧，真系种族灭绝噶。呢啲系真嘅，有晒人证嘅，同埋佢哋自己美国自己啲电视台都有播嘅，都有做呢啲特辑嘅，即系走去探讨当地嘅人嘅生活嘅，但冇人理噶嘛，美国政府都懒理啊，都唔怕你讲啊，嗰啲衰嘢其实串到就系、是，系啊，佢都怕你讲噶，佢唔乸怕你讲啊，啊，咪讲我咯，系啊，我系咁啊，点啊咁。C Circle 又话现实世界真系一边天堂一边地狱，系啊，呢个咪系咯，呢个就系啊，近啫嘛，两个岛啊，望都望到嘅，其实个距离近到系，但个分别就好大，一边天堂一边地狱啊，系。咁Andy 零七七又海气候变迁，海水线升高，美国冇帮忙做到，估计2030年就灭国啦，咁又冇咁快嘅嗰度，嗱，即系咁讲啦，其实而家。好有可能咧，就系佢哋嗰啲岛嘅岛民咧，就会搬去第二岛咯，就可能又会掉佢哋翻去美国咯，掉翻美国，呢个都有可能嘅，或者去其他岛啦，安排佢哋去。即系佢做其他嗰啲岛嘅，但系都系好残忍嘅。其实佢哋嗰个做法，即系佢哋仲有啲纪录片嘅，系 Newsreel 嗰啲纪录片啊，就直情系讲嗰度，即系嗰啲岛民咧系台用你嗰、那个除噪音嗰个好似有问题。哦，系啊，我望望先。除噪音系好似有问题，系唔好意思啊，呢度要头先有啲噪音，所以要吓，而家先讲翻俾你听，系唔好意思，台长吓。咁啊，冇办法啦，而家即系你话灭国嘅话，我就觉得唔系咁容易灭国嘅。咁佢都有好都有不少嘅人，咁但系你即系而家佢都系俾美国佬链住嘅。咁而且佢哋。都有不同阶层的人嘅，比较高阶层的人，其实佢同美国嗰个联系就即系好紧密噶啦，呢、這个吓系冇办法嘅。咁啊，丁就话嗰度嘅人民系实验品，当人唔系人，系啊，尤其是系1946年至1968年，佢哋做核试嘅时候，做好多核试，系做好多核试，而且系佢系赶翻啲人翻去住啊，最扑街系，即系你赶翻去住嘅话，嗰度仲有啲核辐射喺度，你。趕人回去住，跟住佢係專登攞數據啊，撲你一家，即係好似731部隊咁。佢唯一好過731部隊嘅咧，就係佢冇即係劏開啲人，係佢冇劏開人，佢冇好似日本仔咁，即係活人劏開。但係喂，你話掟去輻射地方住殘唔殘忍，我都覺得好殘忍喎。根本就係、是、咁，從731冇分別啊，做嘅行為就係、是、就為咗收集數據啊，活體實驗嚟嘅，大規模嘅活體實驗。系啊，咁 Andy 零七七零就话呢个岛唔系就系呢个，因为呢个岛其实系好多群岛嘅。咁佢呢个国家咧就真系有同台湾地区有即系引号外交关系，但系即系咁讲啦，佢哋都冇得同祖国有外交关系噶啦。佢哋冇得话事嘅，佢哋冇得话事嘅。到最后美其实到最后美国佬话事嘅呢啲嘢系吓。咁啊 ，W 吹吹就抱住个个有病，好快冇下一代，其实好惨噶。佢哋好多人系糖尿到脚烂啊，都冇得医嘅，系大镬到咁嘅，系好惨嘅。咁啊，即系你话喺美国嘅人，其实佢哋生活得好唔好咧？即系美国大部分人都生活得好嘅，佢就唔系对即系自己嘅人残忍嘅，即系自己白人佢哋唔会残忍嘅。咁其他种族当然有歧视啦，有分等级啦，啊咁冇办法嘅。呢、這个美国就系好难搞嘅，呢啲系即系。佢哋系世界霸主，佢哋做乜都得，而且即系佢哋好大条道理嘅，佢哋系佢哋话即系我哋知道系有问题，我哋咪慢慢搞咯咁样。但系嗰啲问题系你搞出嚟，用咗几廿年搞出嚟，你仲慢慢系咪啊？啱唔啱数先？系唔啱数噶嘛？咁啊 ，Ordinary Citizen 就话，当去美元化成功，美债市场收缩时，就是人类真正达到自由。冇咁快嘅，呢、這个有排话俾你听，会发生。冇幻想，冇幻想咁快会发生。全世界国家大部分国家手上都有美债嘅时候，你唔系有边个国家想美元冧先？唔好谂去美元化啦，即系现实咧，就系未来几十年咧呢一样嘢都唔会成功嘅。我话俾你听。
所以呢啲即系讲话美元崩溃去美元化嘥啦。第一个即系去美元化嘅国家咧就叫俄罗斯，你睇下卢布跌咗几多钱。第二个去美元化嘅国家叫土耳其，啊，佢哋嗰啲里拉跌咗几多钱，你自己睇下。就伊朗啦，即系啊，仲有伊朗系去美元化嘅，你睇下佢哋而家几大。你要好多个国家即系齐心合力咁 join 埋呢一个去美元化嘅家庭先至得咯。但系有几多国家会肯啊？老实讲，中国都唔肯噶，中国手上太多美债。系啊，所以唔好咁快讲话咩去美元化，即系呢啲冇咁容易咯。我只能够同你讲，同埋唉冇办法噶啦。呢个世界有样嘢好残忍嘅，就系钱咧只会流去钱多嘅人嗰度嘅啫。其实从来都系咁嘅。你睇下点解，即系香港都系啦，有钱人会越嚟有钱，穷嘅人会越嚟越穷啊。呢个系冇办法嘅，即系人系有私心嘅，个制度你好难做到好公正嘅，就系咁咯，冇办法噶啦。其实就系、是。是很悲哀的，所以呢其实中国呢是需要更多更多的时间继续追赶那个整个国家的发展，不是单一就是普普通通社会发展，现在只不过是去到一个叫做小康的阶段。事实上中国仍然有很多很多的人都是很穷的，只不过不是在一个绝对贫穷的界线底下。是啊，要走的路仲好长，其实中国要发展的路仲好长，即是有些人即是吹到太大力不切呢，其实不是那么好的。即是起码都有一个谦卑的心，就是因为我们底子薄，科技累积，时间比较短，有些事是要时间的，努力一去做咯，大家是不是努力一向前。那么两地走的 band 咁成日讲新疆，但新疆靓到咩咁，人又过得好，其实新疆好唔错嘅。乌鲁木齐真系正到痹啊！我有朋友就去出差，佢影咗啲相，哇，正到不得了嗰度。即系如果我咧有机会，我都会翻国。有机会走几转啦，喺嗰度旅游都唔错啊！开住架车，系啊，自驾游。而家国内都好兴自驾游啊，系。呢、这个是即系有机会是可以做，我哋可能即系方向咧就唔做直播啦，吓、啊、就喺内地嘅时候咧就净系拍片啦，啊，即系做翻啲内地嘅实况俾大家睇下嘛，可以有机会嘅话可以啊，系啊，拍旅游特辑啦，系嘛，系啊，冇错啦。嗱、啊，当然仲有一样嘢嘅，即系七彩蜡烛我都觉得佢啱嘅。如果即系讲到美元崩溃咧。美国咧就会请大家食核弹放屁啦，冇错，一定会系咁噶。因为佢哋讲真啦，即系而家大家都认美金咧，就系因为佢哋即系某啲嘢咧，都系个国力都系强，而且即系全世界嗰个贸易航道其实都系佢哋控制嘅。你睇到，佢哋碾死咗呢一样嘢嘅。唔系，你全球有700多个。美军基地700多个、啊、700多个都有驻军，700多个点都有美国驻军嘅啊！呢、这个第二个国家有冇第二个国家有咁多嘅海外基地咧？系冇噶，冇噶，系得佢先有，全世界系得佢嘅。中国有一个海外基地喺非洲东岸，就呱呱嘈啦佢哋。哇！你中国解放人民解放军啊，好威胁咗我哋啊，美国嘅安全咁。冇啊，冇、那個、啊，中国嗰、那个解放嗰、那个基地摆佢美军隔离啫。嗱，那个基地系用嚟做咩嘅咧？用嚟对抗嗰啲即系海盗嘅，就系、是、索马里嗰啲海盗。呢、這个一定要讲翻清楚，就唔系为咗咩扩张主义，唔系嘅，为咗保护呢个中国嘅商船嘅啫。呢、這个系。冇辦法，一定要有呢啲咁嘅即係軍隊喺度先得。如果唔係，就要請僱傭兵咯。有譬如有船俾海盜搶咗，你要請僱傭兵。好似之前咧有一單就咁嘅，有機會我哋都再講啦，講少少。有一單嘢就有隻台灣船咧，就俾呢個索馬里台灣地區註冊嘅船隻嚟嘅，索馬里海盜劫咗，跟住船上邊嘅人咧。是被啲海盜扣咗5年有多，如果我冇記錯嘅話係五年啊！哇，養咗扣咗5年有多呢班海盜，但係你唔好以為真係會養佢，唔係啊！啲海盜唔係
海盜唔係養佢嘅，海盜當佢哋係即係當佢哋山羊咁樣養嘅，即係其實即係食你唔飽嘅，跟住又會佢哋自己又會打交，佢廿幾個船員死咗三個人。哦，啊咁啊，真係陰公。有機會我哋講下呢單啦，因為呢單嘢咧又係值得同大家講下，即係點解國家一定要有啲軍力擺喺即係非洲東岸嗰度，就係呢個原因。因為如果唔係嘅話，你就好 Q 煩噶啦，又係。是很难搞的那个情况是。好了，读到个网友的留言先，就是 YZYZYZY 样，他就说所以呢还有一大班香港傻瓜绝对相信美国是真天堂，但是呢实际是最邪最残忍的国家是老美这个国家。看老美针对其他国家人民的行为就知晓，有利用价值就是上宾，没有利用价值就弃之如敝履垃圾，那是这样的了，没办法的了。你有用先是真的的、如果你有些贡献给他们美国的、他们都会待你不薄的、例如好像你本身有很多钱的，又或者你、有一定的知识、可以提供到帮到美国的，他们会给回相应的报酬你的，一般来说、所以 在很多在美国生活 的人呢，其实大部分都生活都颇为体面嘅，有尊严嘅，就系啊。好啦，咁啊，节目时间嚟到呢度咧，其实差唔多噶啦。咁呢次台样会剪翻做精华一啲嘅，头先有啲杂音嗰啲会清一清啦，台样都系，因为头先有啲个麦有啲问题，因为我哋其实个麦咧系有，即系我哋买咗一啲器材咧，系基本上咧系可以令到个杂音系少好多嘅。咁點解台樣就冇打開嗰樣嘢嚟用？係佢會搞翻掂噶啦嚇。咁啊，多謝大家嘅支持啦。Fedor Wong 亦都話啦，中國而家要時間，再等多廿幾三十年，一定會發展得好過老美。其實係嘅，要時間。而家中國要時間，而家係要時間，而家係要穩定嘅大環境同埋時間嚇。冇錯。好啦，節目時間嚟到呢度，係咁先，拜拜。